好啦，而家咧已经揾到陈伟豪咧，我身边咧同大家讲几句噶。咁啊，伟豪啊，新年同大家拜个年先啊！大家好，恭喜发财，身体健康。我系南湾，系陈伟豪，系十分之好啊，伟豪。咁啊，头先睇咗半场啦，咁啊，广州同城南两队，你对呢两队有咩评价咧？暂时两队都好体力化，身体质素好好啦，但系就入韩国嗰队城南一和就比较即系地面进攻比较畅顺啲啦。咁上半场赢紧4-1嘅战果都好合理。咁俾你拣咧，如果你话初四，你想对边队多啲咧？我如果我揀，我會對韓國咯，韓國嗰隊咯，佢進攻比較好啊，即係希望可以對啲，即係喺呢啲對手裏邊可以即係當係一個學習啊，一種磨練。咁啊，嚟緊就嚟對清水啦，咁啊亦都知道即係日本方面嘅實力應該就唔差啦。咁但係賽前教練會唔會同你哋有啲咩特別嘅部署講咗咧？即係唔會話特別話死守啊，雖然對手實力強過我哋啊，但係我哋即係論比賽狀態，我相信我哋係幾隊之中比較好啊，因為我哋處於季中，就希望可以喺大年初一贏翻場波，喺初四決賽見啦。好，唔該曬大豪啊，希望咧成李貴賢啦，初四喺決賽見到南華。